超激似高登女神魯芬扮曬。咦，乜曬大叔又嚟咗香港咩？唔係，大家睇真啲先講啦，佢其實係高登女神魯芬嚟噶。我扮江南色啊！嘿，江南色啊！我扮江南色啊！江南色啊！我扮江南色啊！魯芬除了扮曬大叔扮得非常神似之外，他還深得一班高登仔的愛戴。早前他就被獲選為高登女神第八位，還贏了我們美麗動人的香香公主。有見及此，大會就立刻頒個最高分女神獎去了。唔开心，你开唔开心啊？我梗系开心啦，今日我都攞咗金牌喎。我开心，埋开心，嗰条带开心到都跌咗添。诶，摆埋啦，披住先啊，好啊，系啦，开心啊，因为好难得啊嘛，香港小姐做唔到咯，咪做下高分女神咯，系咪啊？多谢好多朋友嘅支持啦，多谢晒佢哋。冇噶，即劲嘅咋，唔紧要啦。唔系喎，你好难排喎，因为你唔知道大会想你点噶嘛，系咪啊？咁啊，所以不如咧就唔好排，睇下佢想点，我哋咪做咩咯，咁系。执生啊，做呢行系咪？我哋都。你之前唔系东周网都拍过。系啊，我东周嗰次咧拍过一次噶啦，同阿乔宝宝啊、阿八两金啊，系啊，你哋嗰次。八两仔啊，咁啊。搞笑喎，搞笑系啊。我哋嗰啲叫喷奶嘅，喷奶 game 好笑。